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善知识法语》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现在在这里，我们要同时来研究菩萨戒本经。万事都是因缘，我们在这里练习用台语来讲菩萨戒。缘起主要是为着已经发心修了菩萨戒的老菩萨，因真认真要了解菩萨戒的内容，好好来修持。但是文字上含古经上小夸有障碍，需要人用台语来讲解，这是一方面的缘起。另外一方面也是不好家己做复习，进一步反省家己受持的情形。其实不好古经文字也是真有障碍，台语也无啥会晓讲，真侪字拢袂晓发音，只是借这个机会来请教精通台语的老菩萨，也借这个机会来学习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首先，爱感谢每一位师长和善知识。因在菩提道上因德不合，认识戒律的重要，教导戒律的内容，帮助受持。如果无因大家积德和恩惠，不合是不可能得到戒律的利益。现在只不过是练习把师长的教导用比较较谦卑的白话来表达利益。这次咱要学习讲解，主要是根据大中联社出版上会下行法师主讲的《菩萨戒本经纲纪》。不好有真多未晓的所在，拢是由这本宝贵的纲纪内面学习着，而且别向法师以及所有合力出版戒本诸位菩萨顶礼感谢。首先要说明的是，菩萨戒是任何人都会当听的，无论你是在家也是出家，是不是有受过菩萨戒，都可以来研究，甚至还未皈依三宝的人也可以听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听讲解。咱大家都是受念佛的法门，将来要去西方极乐世界。有的人说，咱大家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好好念佛就好了，只看净土五经一论就有够了，何必再说菩萨戒呢？咱必须要注意，在净土五经里面，其中有一本观无量寿佛经，也叫做十六观经。在这本经里面，释迦牟尼佛跟咱讲一段话，就是说咱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必须爱受三种的福。第一种的福，就是爱孝养父母，爱奉事师长，而且爱去慈悲心，未使杀生，而且修十善业。第二种的福，就是爱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违纪。意思就是咱爱修三皈依，而且遵守种种的戒律，甚至都爱不犯违纪。所以咱袂使讲
前途中的人就不免期待，因为戒律是符合各种的基础。佛在这部经也已经真明显跟我们说，要去西方的人应当爱受三种的福，乞丐就是其中第二种的福。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我们必须爱知道。我们说念佛，戒律就是佛的行为和佛的精神，也是佛所教我们待人处事的原则、方法和规矩。我们若是嘴念佛，但是心内违反了佛的精神，行为无遵守佛教我们的规矩原则，这样和佛也是无相应。嘴虽然在念佛，但是内心和行为定义是和佛就反掉同样。所以我们念佛的人不能故意轻视戒律，也是故意去违反戒律，或者雕工不爱去改研究，这样就违反着佛的精神，也是违反着这第二种的福。第三种的福就是教咱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的道理，而且必须爱读背诵大乘的经典，随因缘努力来劝导修行的人。由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顶面这段开始，咱就知影戒律对咱要往生的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第十六观经上品上生这段也讲到，修行六念回向也可以往生西方上品上生。修行六念就是念佛、念法、念经、念戒、念师、念天。由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，精进念戒也可以回向往生西方上品上生。咱下面再来讲菩萨戒本的种类。一般咱若是去修在家菩萨戒的人，拢会请到一本戒本，就是在家菩萨戒的戒本。内面甲咱讲的是六条的等戒，二十八条的轻戒。如果若是无人甲咱解释，咱可能感觉所有菩萨戒的内容都是安尼利益。若是听到有人讲，也阁有八种版本的菩萨戒，阁有其他一戒条，咱可能想讲，我敢若受这六种二十八轻戒利益，其他我无受，反着嘛无要紧。其实这是唔对的观念，因为菩萨戒就是菩萨应该遵守的原则，无论是分作几条来讲，伊的精神是整个相通的，拢是同款的。咱爱知影，佛说法是用听众的根基来讲的。伊讲菩萨戒，并不是只有讲一遍，伊曾经讲过几啊遍。因为对象不同款，所以佛在讲的时，伊的重点和分条也不同款，但是道理拢是同款的，精神也是相通的，这是咱必须了解。并不是讲这本内底无讲到这条，所以咱犯到这条都不要紧。那是抱这种的心理，会使讲。只是怕犯戒的罪，并不真心想要甲菩萨做好。咱大家若是真心想要行菩萨道，当然需要了解菩萨的精神。每一本戒本内面教咱的，
咱拢爱认真用心去学习。在中国佛教大藏经里面，大乘菩萨戒本有多几类呢？拢总有四种类。第一种类就是梵本经菩萨戒本。真侪寺庙里面，半个上界，拢是用这本梵本经菩萨戒本。伊的内容有十条一段戒，四十八条一轻戒，讲了真完整。这是在家出家的菩萨拢需要学习的。第二种叫做菩萨善戒经。菩萨善戒经有八条段戒，四十八条轻戒，这是出家菩萨需要学习的。第三种类就是现在咱所要研究的这本菩萨戒本经。咱要注意，这本菩萨戒本经还有另外一种翻译本，因两种是同一本，只不过是翻译不同款。咱目前所用这本是晋朝的时阵，印度来的一位法师叫做但不参法师翻译的。这本戒本各有一个名，叫做菩萨第七经。第就是心地地，七就是七戒七。另外一本翻译本是东条真有名的玄奘法师所翻译的。这两本因为是属于同一本，所以内容拢是同款，有四条一段戒。不过轻戒方面，因为翻译的人无同，在分条方面小可有差别。同款的内容，玄奘大师翻译时，该分作四十三条轻戒；但摩禅法师翻译时，翻作四十一条轻戒。玄奘法师所翻译的本叫做《五戒菩萨戒本》。为什么叫做《五戒菩萨戒本》呢？因为伊的内容就是《五戒四地论》的一部分。所以咱了解，第三种类的戒本就是有这两本，是由《五戒四地论》内面出来。下面又讲到第四种，这咱大家都比较较熟，也就是在家菩萨戒。在家菩萨戒有六条一段戒，二十八条轻戒。咱平常所用这本在家菩萨戒本是由哪一本经来呢？是由《优婆塞戒经》里面有一篇叫做《修戒品》来的。由菩萨戒经里面修戒品，就是咱的在家菩萨戒戒本。以上咱是介绍四种类的菩萨戒本。咱大家了解，第四种在家菩萨戒当然是专门对在家菩萨所讲的，但是第一种梵本经菩萨戒本和第三种五戒第七这两种戒本，这是在家和出家菩萨拢可以受持的。只有第二种菩萨善戒经，也是专门对出家菩萨来讲的。由以上所讲，咱就知影，现在要讲这本菩萨戒本经，是在家出家菩萨拢必须爱学习的。既然菩萨戒有以上所讲四个种类，为什么咱要选择这本菩萨戒本经来讲呢？这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
在这本戒本，伊伫戒条内面直接就讲出来，安怎叫做犯戒，什么情形叫做戒言无犯戒，种种条件因缘，伊拢讲甲真详细。也就是每一条戒，伊的戒言条件、戒止的情形，伊讲了最详细。其他一戒本，像《梵蹦经》菩萨戒，或者是《在家菩萨戒》，伊伫戒条一文字内面，无甲这犯戒的幻想，以及开恩的条件一一讲出来。所以，咱必须爱研究这本菩萨戒本，才了解安怎是犯戒，安怎是不犯戒。这就是咱选择这本戒本的第一个原因。咱选择这本戒本第二个原因，也就是敖益大师，伊提倡无论是在家菩萨，也是出家菩萨，佛门内面七种弟子，凡是修过菩萨戒，每半个月上戒时，应当爱用一本戒本来上。敖益大师劝咱讲，咱应当时常来上这本戒本。为什么呢？伊伫戒条内面，甲开言条件，安怎是犯，安怎不犯，安怎是犯轻，安怎是犯重，拢讲甲真详细。咱若是时常来上，记好清楚，咱的内心就会清楚明白。对戒律以及开言，拢清楚明白，才会当甲戒持好好。才会当了解佛的精神和办事的原则。但拄则讲过，这本戒本经嘛叫做《菩萨第七经》，是由五开四地论内面出来。五开四地论内面有一部分叫做本地分，本地分内面有菩萨地和戒品。这部分是专门提供菩萨戒法的。咱这本戒本就是对五开四地论的菩萨地出来。五开四地论是什么人讲的呢？是弥勒菩萨所讲的。弥勒菩萨大家都真熟悉。弥勒这两字是印度的梵文翻译过来，伊是叫发音翻译过来，那是翻译的意思，就是慈悲的慈，即是慈，所以某人称呼着慈禧菩萨。弥勒的意思是慈不量性，这一方面可以讲慈悲的慈，互人快乐的力量是上界大，超过其他所有的力量。譬如说，有的人可能以为用武力、用关系去压人是真有力量，但是那款的力量其实人只是表面幸福，内心根本的不好，所以那种的力量并不过大。如果真心要让人快乐，对人慈悲，这种的力量才是真大，感动人真深远的，所以叫做慈无量性。另外一方面，慈无量性也可以说是在称赞弥勒菩萨的特色，说伊和众生欢喜安乐的慈心，力量是上殊胜的，不然胜过伊的慈心，所以叫做足不连线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，培育优秀僧才，
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。二十多年来，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，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，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，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。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，让大众接触佛法，明白因果业报观念，才能断恶修善，改善命运。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，学习佛法，才能离苦得乐。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。为了护持佛法永续，利益更多众生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，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，润泽群生。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，50444468，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，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传真03989-8787，03989-8787。明净月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，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，礼拜88佛弘明宝忏，护身即慈悲施食，恭请湛山法师主法。日期8月27日星期六，时间上午9点，地点佛教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-221-2323，07-221-2323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高雄中山书坊。新逢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倍，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大悲忏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日期9月13日星期二，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03989-8686，03989-8686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现在我要给予直指身与意的教言，认清化身的体性是嗡，是你当下有着无数念头形成的心。认清报身的体性是阿，是你本然现前能知而无拘无束的觉性。认清法身的体性是哄，是你无造作不由任何事物所组成的心。此外，由于嗡是化身的体性，认清它即为行，不执着各种事物，而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去觉受。由于阿是报身的体性，认清它即为修，陷于当下而无攀执。由于哄是法身的体性，认清它即为见地，全然离于贪求的无边大乐。认清化身体性的嗡是念头升起为法性，因为念头与记忆的来去会自然消融于其中。
认清报身体性的阿，是超越禅坐时间与休息时间的禅修，因为这个体性显现为本然觉知的法性。认清法身体性的哄，是不偏离犹疑无根据基础的法性见地，这是关于身与意的直指教言。将这些教言结合为一个要点，视你的身为显空无二，看得见却无实质；视你的语为三种子字，在心中清晰持诵三种子字，它们是无二的空明。具备这三点，即是结合有缘念与无缘念的修持。伟大的国王，这必定能使你证得佛果，因此将这些当成你的日常修持。我备马发誓，再也没有比这更无上的教言了。国王领受此教言之后，欣喜若狂，他向莲师弯腰致意，并向莲师抛洒金粉，这就是结合身起与圆满的教言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Thank you.